Hello， 我是生活书院阿古，系啦。咁今日咧就系我哋第二次嘅线上讲座啦，咁样希望咧就唔会好似上次咁不断断线啦，咁样。咁点解会有今次嘅讲座咧？咁其实都系想同大家倾一啲教育嘅嘢嘅咁。咁上次咧就同大家分享咗上次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土地同教育咧，原來有一啲連結嘅可能性，甚至係好值得嘅。咁而今日嘅主題又係啲乜嘢咧？咁想同大家傾下對談對話呢件事嘅，係啦。唔知道觀眾中唔中意傾嘢嘅咧？譬如話傾生活嘅嘢啊，或者係對於一件事嘅唔同睇法。又或者會唔會有啲人覺得啊，依家呢個時代咧，其實越嚟越難去攞啲嘢出嚟傾嘅。咁咁而傾嘢對話究竟又有啲咩價值咧？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就請到幾位嘉賓啦，其中一位咧就係大學嘅兼職講師，咁就係曾俊明老師，同埋我哋生活書院嘅三位實習生咧。咁就一齊去傾下偈嘅咁樣，咁瑞明老師咧就係80後啦咁樣，咁而我哋三位 intern 咧咁啱都係00後喎咁樣，咁唔知道大家覺得對談呢件事咧係有冇可能嘅咧？即係可能有好多差異咁樣，咁做唔做到溝通啦，或者係？是不是真的可以互相理解到的呢？這樣那希望趁今次機會呢，都大家看看不同的角色或者是不同的身份的對話是怎樣 work out 出來的呢？這樣那不如首先我們邀請一下各自去介紹一下自己先啦。是好啊，大家好啊，我是曾瑞明，我就是老師來的，也都在中學啊大學都有任教啦，咁接觸嘅主要都係青年人啦，咁所以就對佢哋諗啲咩啊略知一二啦。不過其實真係確實係時代變咗咧，真係唔容易嘅。咁我今日好開心啦，可以同啲青年人可以傾下偈啦。咁我都好年青嘅，我都係80後啫，咁就後生仔嚟嘅。咁介紹下自己啦，其實我自己就正業就教書啦，咁副業就寫下嘢啦。咁上年都出咗，唔係上年喎，係今年喎。咁啊出咗本書叫做《年青生活哲思20則》。咁其實就嗰個用意就好簡單嘅，都係阿古講啦，即係其實都係想引發對話嘅。咁啊好開心啊，好榮幸就係、是、聽講三位青年人係睇完本書之後都有啲嘢想傾下嘅，咁就完全符合我嗰個期望啦，咁就希望今日有一個好好嘅對話。咁呢本書就因為我本身都係哲學系嘅，咁就表面上係哲學啦，但係似乎大家都睇唔到係哲學，即係都覺得係好似日常生活咁樣。咁其實更加好，即係即係希望有本書係混合咗我自己嘅生活啊，我嘅觀察啊，我嘅工作啊，我自己嘅閱讀，其實就係一本我自己嘅大集會咯。咁其實同對話好相似嘅，因為對話始終都係冇話一個特定嘅議題嘅。咁一間我哋睇下傾到咩就傾咩啦，好嘛？咁不如有請三位 intern 去介紹一下自己啊。大家好啦，咁都好多謝阿顧去邀請我哋一齊傾下偈啦。咁我就係嚟自中大啦，咁我就而家讀緊環境科學。咁我嘅名字就係葉旭朗啦 ，Ryan 係啦。咁我都係中大嘅，我文化管理系嘅，我叫 Rachel。大家好啦，我叫青天，我係中大哲學系嘅，好高興今日能夠嚟一齊對話。好。咁頭先咧，曾老師已經提起咗，我哋今次講座嘅一個契機咧，其實就係佢寫咗一本新書咁樣。咁其實書入面都有啲主題咧，我哋睇完覺得好有共鳴嘅，可能講玩 IG 啊，或者係group project 做嚟做咩㗎？咁又或者係會唔會覺得自己係廢青咧咁樣？咁我哋睇完之後咧，都覺得幾有共鳴。咁亦都真係準備咗一啲問題啦，咁樣咁不如依家就事不宜遲，咁就請intern咧就提問一下佢哋準備咗嘅問題，跟住我哋就可能三彎咁樣去傾下咁唔同嘅主題，咁不如請青天先啦。好啊，
我在看瑞明老師本書的時候呢，咁入邊有一個 chapter 咧叫做玩樂嘅，咁大家都好中意玩樂啦。咁但係我想問瑞明老師對玩樂同埋有意義嘅快樂嘅分別係覺得喺邊度咧咁樣？咁因為有意義意義呢樣嘢對人嚟講，可能都唔同人都有唔同嘅地方覺得有意義啦。咁如果一個人佢自己自得其樂咁樣，咁又有何妨咧？係咪一定有一啲特定嘅有意義嘅快樂先至得咧？咁我想請教翻瑞明老師。係。很有趣的問題啦，咁先講嗰本書先啦，本書就是引發啫，係咪？但係啲問題我就知道是三位同學仔 intern 嘅同學仔去再諗出嚟。其實呢個係好緊要咯，即係我哋喺閱讀嘅過程裏邊，其實都係不斷有個新嘅思考，有個新嘅問題出現。其實就呢個係閱讀嗰個趣味啦，係咪？即係唔係話有本書你就依書直説，或者係跟住本書去諗嘢。咁我好開心聽到呢個問題。個問題是玩樂和呢個意義是否對立咁樣？其實就不一定對立的，即係唔一定對立。意思即係話，好多時候我哋將嗰個玩樂睇成就一定是啲好原始係咪食買玩嗰啲係嘛？咁你去旅行的時候都我依排都大家都好中意貼翻啲旅行相咁樣係嘛？其實我自己都有，即係貼就唔好貼啦，因為我都唔係好中意貼嘢出嚟。臨瞓前大家有冇呢個經驗？即係臨瞓前都會去諗下，上次去旅行係點點點點點。我想出嚟食好嘢咯。嗱，我就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就係，你係咪真係去回憶？即係臨瞓前回憶，你係咪真係諗翻啲嘢食嘅咧？你係咪諗翻啲嘢食嘅？我唔知大家係咪即係話，哇！嗰日嗰餐係點啊？某一餐係點？我就唔係啦，即係可以快分享係咪？即係你會唔會分享一個餐，即係諗嗰一餐係點好味法啊？點點點？因為其實好難記到個味道嘅，我自己記得，即係除非你係 recall 翻，即係食翻嗰樣嘢或者近似。其實 recall 啲咩咧？我自己發覺都係 recall 一種整體嘅感覺，一個 mood。嗰個 mood 係咩咧？可能就話可能係我屋企人一種美好嘅時光啊，或者係你有一種可能參觀某啲博物館或者乜乜館嘅時候，你有一種智性上面嘅刺激，或者你對嗰個民生民情你多咗了解嘅時候，即係你集合埋一齊就是一種好嘅感覺咯。咁嗰種感覺你話係咪好低等，定係好原始，定係點咧？我相信唔係嘅，即係我相信係一定係夾雜著你自己你本身係一個點嘅人，然後你將嗰啲經驗消化咗，然後再變成一種有意義嘅網絡，即係構成咗你生活嘅一部分啦。點解會我覺得係有啲信心，會覺得係構成我生活一部分咧？就係不過臨瞓前你都諗下先啦，即係佢都係一種好嘅安眠藥又好，或者係一種東西係同你呢個係你嘅 life 一部分，即係你 recall 翻一個美好嘅時光咁樣。即係我覺得係一個生活嘅經驗，即係話俾你聽，可能係未必一定要對立嘅，即係嗰個玩樂同埋嗰個意義嘅問題。不過意義的問題咧，確實是複雜啲嘅。複雜啲意思即係話，好多時唔係一定係話，這個世界有意義，我哋就去發掘佢出嚟。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成日都講話呢人生冇意義啊，世界冇意義，我哋發掘佢出嚟。但係好特別嘅一樣嘢就係話，好多時候問意義嗰啲人都係人嚟噶嘛，係嘛？即係人會發問，其實就係人想有咯。但係人想有呢樣嘢，好多時候咧就係可能世界冇嘅。但佢自己創造出嚟，咁係咯，唔知講到邊度啦嚇。不過即係想帶出一樣嘢就話，有時我哋好簡單簡化，就覺得某啲嘢係高尚嘅，有啲嘢係簡單低級啲嘅，或者係原始啲。好視乎嗰個意義嘅聯繫者，即係我哋自己去點樣將嗰種東西創造出嚟，或者係將佢 connect to 某啲嘢，會係咁。多謝瑞明老師。瑞明老師啱啱講咗好多意義嘅東西啦，講緊我哋點樣即係將自己創造一啲自己嘅意義出嚟咁樣啦。咁我啊想講翻多啲，我啊想問多啲關於快樂嘅東西啦。啱先講到瞓覺啦，就令我諗起一個哲學家Robert Nozick 啦，佢就有個叫 experience machine 嘅東西，就係咧類似就係你入去個機器入邊。跟住咧就從此就一路瞓著覺咁樣，個機器咧就不斷俾啲快樂嘅、開心嘅一啲嘅回憶、一啲嘅經歷你咁樣，咁你就咁咧佢就問你係咪真係會選擇進入一個咁樣嘅機器咧？入咗去之後你就永遠快樂噶咯咁樣。
咁但係 又好似有好多人會話唔係喎。咁究竟真正嘅快樂係乜嘢咧？真正嘅樂係乜嘢咧？呢、這個唔知瑞明老師如果聽即係如果係針對呢一個嘅現象嘅時候，會點樣睇咧？哇！好哲學喎、啊、嚇，啲問題啱哲學嘅，好少傾啊。OK。你講係哲學係Robert Nozick 就講頭先青天已經講咗啦，即係話嗰個大概嗰個 idea 係點。咁其實佢係一個思想實驗，係測試下我哋會唔會覺得咁樣就滿足到啦，係嘛？係咪真係快樂？我估我唔知道你哋點睇，跟你哋可以表達一下。咁我自己當然個意見就係唔會話，即係唔係啊話，即係唔係啊話，即係話是不是真的有一個機器給了一個快樂我們就 OK 呢，就說滿足呢，其實可能是挺難的，即如果你說 是 OK 的話，可能我們人的生存狀態是已經轉得很重要，即可能很多原有我們有的活動或者我們有的經驗已經可能喪失了沒有了，我們就會退而求其次，可能去到最後就 OK 了 OK 了。但如果在我哋咁多年生存嘅歷史上面，我哋有好多活動其實都唔關乎純粹係話一種感官快樂嘅活動嚟嘅，甚至好多時候啲活動係痛苦嘅，我哋都係好 enjoy 嘅。勝利可能係一種好嘅經驗啦，或者係一種好嘅感覺啦嚇。但係你要真係領會到嗰種經驗，其實可能坦白講都係需要經歷過失敗。咁如果我哋將嗰個 context 咁睇嘅時候，即係話好多我哋認為好嘅經驗或者好嘅感覺咧，其實你冇一啲生活嘅複雜或者係生活嗰個厚度去襯托嘅時候，其實係體會唔到嗰種感覺係啲乜嘢。呢排就我哋講啲生活嘢啦，係嘛？雖然好似好哲學啊，但係有生活嘅啫。同啲女而家有一個好開心嘅活動，就係、是、每日睇一集嘅《男兒當入樽》。咁其實有咩好睇呢？我而家覺得好好睇。好睇係好好睇係咩部分咧？好睇係輸波嗰啲好睇，係嘛？即、就、係、是、我因為我嘅教育就教佢哋先睇足球小將先，係嘛？跟住就睇《男兒當入樽》，因為《男兒當入樽》係深度高好多嘅。不過足球小將係一個入門嘅好嘅作品啦。足球小將有一個問題就係成日都贏嘅，你有冇發覺啊？即係戴志偉即係唔會輸嘅，就係輸過俾東北明和隊係嘛？德仔入咗一球咁樣都唔輸嘅，因為大家唔想去輸係嘛？不過睇下就冇乜感覺，即係開始已經覺得都係佢贏嘅啦。睇下贏幾多或者係點樣自圓其説啫，即係話都係佢贏嘅啦。但係入樽有樣好睇就係、是、其實真係有好多失敗嗰個情況，咁佢就有個張力咯，即係做咗一個張力就話最後贏或者係最後都係輸啦，可能係即係都入攞唔到決賽啦。不過佢冇寫，咁但係嗰種經驗就係複雜咗咁樣咯，即係嗰個勝同敗好同唔好嗰、那個深度係唔同。而家就係、是。我估 Robert Nozick 都係會想帶出嗰個 life 嗰個 structure 好緊要，即係你淨係睇嗰個感官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嘢你係忽略咗。但係現實上，我哋根本上唔會係淨係睇嗰個感官嗰樣嘢。我唔知你哋嘅經驗係咪咁，但係當然我哋生活退化咗嘅時候，就漸漸會傾向嗰個層次咧，就話舒服啊、開心啊、滿足啊，咁就夠噶啦。但其實大部分人都唔係咁。係咯，咁講到生活啦，咁樣即係我都好好奇，即係 intern 或者係瑞明老師咁，即係最近開唔開心咧？即係多唔多會想玩啊？或者係點樣喺即係呢家特別係疫情啦，點樣即係揾一啲意義同時間係令自己係可以解悶啦、啊，或者係開心啲嘅咧？有冇呢啲分享嘅故仔啊？咁？你哋講先啦，都唔使嘅。如果即係你平依家最近係即係點樣係咯？點樣可以玩樂啊嘛？頭先嗰個主題係玩樂啊嘛。咁會做啲乜嘢咧？會做啲乜嘢去令自己即係 keep 住嗰個心情係比較開朗咧？我覺得可能
其中一樣很重要的就是在這個疫情底下大家沒有什麼 social 的機會樣，可能大家重要的是都要記得其實人都是需要聯繫的咯，所以大家用網上的平台，除了用來讀書之外，因為現在教學網上嘛，全部都其實都可以多一點跟朋友，即我自己就是這樣，會多一點跟朋友做一些 video chat 這樣，其實都是會個人會沒有那麼鬱悶，我覺得是的。不知道 Rachel 又怎麼看呢？我覺得跟朋友溝通很重要啦，因為可能我是獨生的，所以留在家裡都是沒有什麼那種上學會見到同學或者暑假會跟朋友出街的那種 social 的活動啦。還有我覺得這個疫情怎麼說都是給了一個機會大家去做一些可能想做很久但是沒有機會做，即可能沒有疫情我們要出去上班也好讀書也好，總是會有很多藉口到你自己本身想做的事去拖延了沒有做到啦。但這個疫情就是也給了一個空間和時間我們去做一些我們真的想做或者拖了很久想去解決的事，即例如我很熱衷於在整理我的家裡，因為我想即嘗試實行這個斷捨離，那你現在在家裡真的沒事做，因為執屋咯，跟住吃完飯得閒的時候又執下屋啊，咁樣都是一種，因為一嚟是達成了一些自己一路想實行的計劃啦，二嚟都是開拓新興趣的一種方法。咁我其實都是跟 Rachel 同青天一樣，都好掛住其實喺美國嗰邊嘅同學仔啦，咁不時都會有FaceTime 啊傾下偈咁樣，但係都係硬係覺得有啲嘢靜咗，就係、是。那種 physical contact， 即係都係想攬翻佢哋，即係我覺得齋喺網上講嘢係真係好，嗰、那個感覺好怪啊，係咯係咯。香港各方面都有嘅，都有見翻啲中學同學啊，食下嘢咁啊。咁都算，即係我覺得都係算有一個玩樂嘅，即係見翻佢行下街已經係簡簡單單。我其實我純粹係真係想見翻佢哋，因為疫情嘅影響，佢都留喺屋企好耐，跟住佢都。由外國翻翻過嚟，佢都留咗兩個禮拜，我都要捱咗兩個禮拜先可以見翻佢哋，所以係咯係咯，同埋我自己都發覺多咗唔同嘅嘢去做，係咯，都發覺都開始寫下啲嘢，睇下啲書咁樣，係咯，都覺得幾充實嘅其實，係咯。阿古呢個問題就係一個好好嘅問題，所以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因為我諗起我有個朋友。佢次次我哋聚會嘅時候，佢都問我哋嗰個咩快樂指數啊咁嘅嘢，即係好似好老土，但係一個幾引發到大家分享生活嘅一個問題啦，即係你咩一至十咁你幾多分啊咁嗰啲係嘛？你哋都高啊，即係你哋喺呢段期間都係五分以上嘅係嘛？都係哇好高噶咯！我識有啲 friend 係去到二喎，佢試過即係試過二啊一啊啲咁樣。現在又彈回去九咁樣 ，OK？ 我就你想唔想知？唔係即係都 OK 啦，都 OK 啦。但係好多時候原來嗰個快樂唔快樂咧，即係我講我啲 friend 啦嚇，即係唔係我嚟啊。好多時候都係同身邊人嘅關係，即係老婆啦嚇，即係佢同老婆唔好關係嘅時候咧，佢就跌到好低。佢一同佢好翻啲咧，就即刻六啊七啊八啊咁樣。咁即係嗰個開心唔開心，其實都即係好受嗰個身邊人嗰個關係影響。咁疫情期間，頭先Ryan 都有講啦，即係話可能同朋友嘅接觸會少咗啦。這個真係幾大嘅影響嘅，即係話有時候我哋生活嘅壓力都係透過出嚟食盒飯咁樣就舒解到，但係難啲咯呢排，唔係咪難啲啊？直頭食唔到添啊。OK， 咁就。是有一個很大的我們生活快樂元素的一個缺乏。但是倒回頭，剛才Rachel 也有說，其實她一個思維就是怎樣順應自己的環境去做一些平時可能做不到的事。那這個暑假個個都會說的，就是說特別我們教書啊，學生都是有暑假就會說去旅行，是吧？那確實是一個挺大的衝擊嚟嘅，即係唔話唔去旅行會死，而係話佢喺改變咗我哋幾年，至少十年或者八年、九年嗰個生活嗰個 pattern， 即係話凡暑假就去旅行，凡假期就去旅行。咁去旅行確實好嘅，係咪啊？即係話你好多嘢你可以放低，你亦都可以係玩樂啦，係咪啊？主要係好嘅好開心嘅經驗啦。
咁但係當你去到一個冇咗旅行呢個咁好嘅靈丹妙藥嘅時候，好多問題或者好多困難就會擺翻落你自己嘅生活裏邊，即係你點樣可以整理翻自己嗰個生活，覺得都係有趣味、係開心、係有滿足感嘅咧。咁我自己講下我自己啦，即係其實可能都係同翻平時差唔多，即係我自己嘅秘訣就係覺得同翻平時差唔多，即係都唔好太過唔同，即係有幾日可能真係好放縱做啲自己中意嘅嘢啦嚇，但係可能去到咁上下都係要有幾個鐘都係對住部電腦做啲唔係睇劇嗰啲啦嚇，即係做啲自己覺得難度高啲嘅嘢，咁係一個方法啦嚇。第二咧就係頭先都講就話，可能你旅行你就唔會做嘅咧，即係可能真係有啲興趣啊，有啲手藝嘅嘢，你唔會帶埋去旅行啊嘛，係咪啊？即係你都係放低嘅，唔會做。但係呢排就可能會做啦，係咪啊？即係會甚至同啲女一齊睇劇啦，係咪啊？咁呢個都係好好嘅。頭先講社交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嚟嘅。咁你睇劇，我哋多數中意而家借手機睇啊嘛，自己睇咁樣嚇。但係同一齊睇唔同嘅喎，即係一齊睇係有時你睇下，我幾中意睇啲女點睇嘅，即係佢睇到好入迷嘅時候咧，我自己對嗰套作品嗰種欣賞程度都會提升。因為佢咁投入，我哋睇佢一慣睇得多就覺得，都係咁，係嘛？咪又打波係嘛？都係贏，未贏佢輸係嘛？即係所以上嚟就係咁睇。但其實佢哋睇到好開心，即係佢覺得係好多世界佢嘅嘢，佢哋係打開咗。同埋仲有一樣嘢好開心，你今日主題對話啊嘛係嘛？原來睇一套嘢咧可以對話好耐，飯親食飯都冇嘢講就講翻今日睇咗一套嘢。這個我而家覺得幾好啊！之後我都希望可以 keep 住同我哋每日都睇一套動漫咁樣，咁啊講，咁又其實好多嘢我發覺咧，我自己，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好叫做咩啊，即係睇書睇得有少少疏疏地，我自己覺得自己即係唔係好肯消化得太過耐時間，即係你幾厚嘅書，我都可能一個禮拜四日，可能我要睇曬佢咁樣。即係有少，即係呢個係我嘅習慣，不過可能壞習慣。啲人話：，你好睇書好快，我覺得係有少少唔好嘅。但係咧，一齊睇咧，你有讀書組嗰啲係嘛？一齊睇咧，每人因為你覺得冇乜嘢嗰啲咧，又拉翻出嚟有啲嗰個講你講兩講，你又覺得自己唔識。咁我哋睇嗰啲又冇咁難啦，即係睇男兒當入樽啫。咁但係嗰啲女咧，佢哋好細心細緻，因為佢哋冇嘢做，悶起上嚟冇嘢做咧，就攆嚟攆去咁樣，即係睇完又睇咁樣。我問咗個問題，我真係覺得好精勁，我真係冇諗到。一來我唔係好識打籃球，即係我冇好好嘅打籃球經驗。佢話點解啲籃球員咧，即係逐個睇，點解由4號開始？你知唔知嘅？即係全部啲球衣 number 係4號開始。你知唔知啊？唔知啊，即係唔係一個常識嚟㗎？即係 OK 咁啊好啲啊，咁多啲，咁安心啲。咁即係佢問得好好啦，係嘛？即係佢問得好好啦。咁佢話點解四號嘅？其實我哋睇嗰啲入樽入邊啲人啲球衣，咁原來有原因嘅。咁我太太就係本身佢係都係中大嘅，佢係中大女籃，咁啊解釋啦嚇。不過而家我唔會解釋嘅，因為我驚解錯咗。咁其實就即係話日常生活，你可以微細到係揾翻呢啲樂趣咯。即係樂趣其實就係、是。都是透過向小朋友學習，即係佢哋就係冇啊，冇諗咁多嘢啊，有咩用啊？冇啊，冇諗呢啲嘢嘅，就係、是、睇完又睇，攆嚟攆去，有好多呢啲有趣嘅嘢咯。但我哋大人就衰嘅，即係話睇唔想睇咁耐啊，即係依本可能睇幾十五分鐘睇完咁樣，有啲書可能你都係一個禮拜一個月咁樣，但係肯唔肯攆嚟攆去睇嚟睇去嗰個能耐其實就係、是。好原始嘅，即係細路仔係有呢種咁嘅能力，我哋係失去咗。我自己個人覺得觀察到，坦白講，其實我都有攆動畫，係咁咁其實頭先瑞明老師咧就用咗一個好好啊，即係如果觀眾入面有爸爸媽媽都係考慮一下，即係有一個親子活動可以考慮一下咁樣，即係。其實嗰個一齊嘅感覺可能都係好重要啦，咁樣同埋頭先亦都有提到原來玩樂咧入面如果增加一啲即係思考啦，或者係意義層面嘅探索嘅話咧，其實都會令到嗰個滿足感咧會比較大嘅咁樣。
咁不如呢一個題咧，咁我哋就暫時去到呢度先咁。我補充一句啊，阿古，因為頭先你講嗰個有引發我，即係要補回應翻頭先阿青天嗰個問題，即係話玩樂有時真係唔係一定係冇意義，即係話創唔創造到同發唔發掘到，即係你睇動漫可能真係玩樂嚟，即係輕鬆啲啦，係嘛 ？At least 係比睇哲學書啦，係嘛？咁但係就你慢慢你透過嗰、那個。可能是有時是 social 的，即是你看不到的東西，但別人看到，那它刺激了你。還有有時候是代際，即是你看過一下，但你跟一些未看過的人看，你有一個新的一個意義，新的體會，即是由本身有一個玩樂變成一個親子活動，變成是一個大家去探索的一個過程。即有時就是這麼奇怪咯，即你以為是玩樂，其實都不是很有意義的，我覺得。真係好好，就會覺得啊，原來對話都唔一定係即係一齊講嘢先係對話嘅，可能其實一齊做一件事之後再一齊去吸收咧，都係一種即係交流同埋互相理解嘅過程啦。咁不如我哋依家咧就請另一位Inherent Ryan 咁就去提一提問啦，係啦。咁啊，瑞明老師，我就睇咗一個 chapter， 就係講到無力感啦。咁其實我睇到呢一 part， 我已經覺得哇，我自己好多時候都，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會有呢一種嘅感覺，即係有時留喺屋企，尤其係而家無所事事，都會覺得嗰種唉，究竟做啲乜嘢嗰種嘅狀態。咁就想問一下老師，即係而家作為中學嘅教師啦，或者之前都做過學生啊，咁我想問下你有冇曾經有咁嘅感覺？同埋作為老師啦，即係教學生，有冇同自己嗰個教學嘅理念有一個差別，或者有啲嘢界限咗咁樣咯？係啊。OK， 無力感啊！我之後青天一間有啲學術理論分享，間嗰啲學術嗰啲去講啊。我講下啲經驗啊，即係啊，睇下可唔可以有少少刺激。喂，無力感呢樣嘢係。任何時候都有㗎，係嘛？即係咩叫無力感？即係話無能為力啫，係咪覺得做唔到啲咩啫？你達唔到你心目中嗰個目標啫。我估喺任何時候都係有呢樣嘢。咁係你放唔放大佢啦，係嘛？即係你放大到好大嘅，咁你梗係覺得無力感好強啦，係嘛？即係你問我可唔可以上宇宙太空嘅，你又同我講，我本來冇諗住呢個目標嘅，係咪？一係同我講嘅，咁我。講講下我都覺得自己好無力，係嘛？我都無力。但你話只係由太和都去翻紅磡嘅，我覺得做到係嘛？冇火車我都行到過去咁樣。即係有時嗰個無力感嗰、那個感字好緊要啦，係嘛？即係一個感覺啊，你自己係一個有情緒又係判斷嚟嘅。講翻教學啦，咁我估老師其實大家其實都係一種。不知道是否共識啦，即大家會有一種互相安慰，即是說其實 教書或者入課室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自己失敗，即是那些放大來看，是你入到去特別是那備了課很好的老師，即入到去課室啊，昨晚是通宵或者怎樣備了很多，入到去有兩個睡覺，你已經很無力啦，係嘛？你都無力㗎啦，你已經覺得自己是冇用㗎啦，係嘛 ？OK， 咁即係你睇下 high 唔 high 嗰樣嘢啦，係嘛？同埋可能你慣唔慣咯？如果你見到兩個，如果見慣廿個，你見到兩個，你好開心啦！即係你睇開啲咩啦，係咪啊？即係其實簡單嚟講，即係話你要 set 咗條線，俾個目標自己係 realistic 啲嘅。OK， 當然那個目標和條線 是時間不同的，即你是隨著你的能力真的強了，或者你那個什麼都好 network 啊，你的手法啊，樣嘢好了，其實 你慢慢就會覺得很多東西都是掌握到的，即等於我們我十幾歲的時候，即你這個年紀的時候我估很多出來寫的人都會想著出書的嘛，是吧？這個是一個 myth 或者一個目標嚟㗎嘛，但係其實好難嘅，即係你未到一個年紀或者一個時間嘅時候，確實係未必係好事嚟添，甚至係咁即係你可能嗰陣時間就係要諗多啲，就話咦喺嗰個期間我做啲咩咧？會唔會而家有一個好嘅科技又好，寫個 blog 先咯，係咪啊？咁啊 keep 住寫咯，咁其實係
個無力感會小一點，即是你說為什麼人家20歲出書我就都未得的，這樣 你又會無力感的，是吧？即是一定要定一個、合理的目標給自己。教書也是的，教書其實我們要有一個合理的目標給自己，即是說起碼有些基本的東西，你那堂的那些內容老師你是否掌握到，你是否簡單清晰地講到給學生聽，甚至他們全部不聽的，但如果有一個無端端去問你的，你是否都有預備，你可以講到給他聽呢？那這些就是你自己可以控制到的，但是他睡不睡覺那些其實他自己都控制不到，你怎樣控制他呢？是吧？即是他昨晚做了什麼你知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他兩點都未睡，可能是對不對？兩點都未睡，那大環境咯，即係大環境的意思，就是要你要改嗱，即係譬如個問題，你去到老師啦，你就話我要改變青少年的睡眠習慣或者係生活作息嘅，哇！這個又無力感咯喎，係嘛？點做啊 ？OK， 咁啊好難嘅，確實係，但可能點出個問題咯？你哋早啲瞓啦，係嘛？即係呢個好重要咯，即係呢個有啲嘢就係、是、唔係推卸責任，而係從每一個人的角度來看，你作為學生，我作為老師，或者是有時調轉了、大家都會有些事情其實發覺是你做到，有些事情是你做不到的，那這個不是推卸責任，而是說你要認清了那個事實是怎樣，那個情況是怎樣，那你自然那個無力感就會弱一點的，當然你都要增加自己的能力啦，因為你能力低確實是會無力感是會大的，但是、這個帶出另一件事就是有時都要放棄一些東西，即有些能力其實是可能冇乜才華嘅，冇乜才能，又講下入樽好嘛？即係其實好殘酷㗎，係咪啊？即係個個都打得咁好嘅喺縣裏邊啊，又係咩高手，一出到去全國大賽嗰啲，原來仲多高手，係咪啊？得一兩個天才嘅，係咪啊？一兩個可以去外邊打波，即係你咁睇嘅時候，幾話有咩意義啫？係咪啊？哲學嘅仲衰係咪啊？即係有個教授係一個哲學家話：喂，其實哲學。唔使咁多人做嘅喎，一兩個得啦，幾個得啦，係咪？其他啲都係冇意思嘅。即係歷史學家就搜集啲歷史嘅 document 都有價值啊嘛，係嘛？但係哲學家寫埋即係冇能力嘅哲學家寫埋啲嘢又冇乜價值嘅 ，OK？ 嘥氣又唔睇嘅，睇嚟睇去都係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維根斯坦嗰啲大哲學家，咁啊唔好做啦，係嘛？哇！你咁睇嘅時候又好無力嘅喎，但係佢哋講啫，佢哋講啫，即係佢哋講嘅意思就話你睇。比賽的時候得一個兩個贏，咁梗係個角度好窄啦。但係你問翻轉頭喺打嘅過程之中，嗰啲嘢係咪冇意義？翻返個意義嘅問題，你睇成個故事你就覺得有意義。即使佢哋入唔到去決賽嗰啲，又係有意義。就算入唔到，即係乜都入唔到嗰啲，其實佢都有佢嘅意義咯。咁呢個係我哋要換轉自己看問題的方式，就是說即是有無力感牽涉到那個引發一些我們怎麼看世界，或者怎麼看自己，怎麼看、人生的問題的，其實是、青天你講一下你那個心理學理論跟大家分享一下。沒有的，剛好呢講起無力感令我想起習得無力感，就是學習得回來的無力感 Learned Helplessness 是什麼呢？就是來自實驗的，有少少殘忍的，就有兩班嘅狗仔咁樣啦，咁呢一班狗仔咧，咁就係咁俾人電嘅，咁啊佢做啲乜嘢咧，佢都會繼續俾人電嘅。咁另外一班狗仔咧就唔係喎，佢俾人電緊嘅時候咧，佢只要撳啱個掣，咁咧佢就唔會停止電噶，佢就唔再俾人電噶咁樣。跟住後來咧，個研究嗰個人咧就將兩班狗仔咧擺喺同一個場景度，今次咧兩班狗仔都係咧，只要撳掣咧，佢就唔會再俾人電噶啦。但係咧，啱啱一開頭咧，無論做啲乜嘢都俾人電嗰啲狗咧，佢哋就乜都唔做啦，已經，佢哋唔會再試去禁制咁樣。咁呢一個咧就係習得無力感啦。所以講嘅嘢咧，其實係好常見嘅，喺一啲挫折好嚴重嘅環境底下，令到人開始好似學咗一種無力感翻嚟之後咧，自己就出唔翻嚟啦。就無論之後再有翻啲機會翻嚟嘅時候咧，都唔會再睇到佢咁樣。咁所以其實係俾咗一種提示我哋咧，無力感係有係好正常嘅，但係我哋有時候都需要抽離翻少少，即係睇翻其實呢樣嘢唔係必然嘅咯，即係我哋即係唔一定係永遠都係咁樣咁無力嘅咯，可能有少少嘢可以做到，好似啱啱瑞明老師講到話，你將問題睇做改變青少年嘅乜乜習慣咁樣，咁好大咁樣就好難做嘅，但係可能其實有少少嘅東西，你講個問題出嚟，好少嘅東西可以。
可以做到的時候，那我們需要脫離這個無力感，需要意識到這個無力感的時候，我們才可以看到這些小小的行為其實可能可以做到少少改變出來。但好了，那問題就來了，我真的非常好奇，即大家特別瑞明老師，即你在教學上面即已經承認了無力感呢是每時每刻的，這樣那你們又怎樣找到、會不會見到有什麼有力的地方呢？即瑞明老師的教學上，或者是、你們在生活上面會不會都是 找到一些有力的地方去支持你們去繼續去生活呢？這樣教書有道好嘅，就係、是、你日日都有無力感啦，可以係日日都會有失敗嘅感覺啦。因為有時你講錯啲嘢，你可能學生唔覺咧，你自己講錯咗，你都覺得有啲遺憾咁樣嘅，即係好要好講求完美嘅時候係啊。但係一日講咁多嘢都講錯好多嘢，即係最好又講少啲嘢就冇咁多錯。但你講得就有機會錯噶啦嚇。咁、不過有樣好就係話，我有時都鼓勵翻啲青年教師啦，都係幾有用嘅，就係話好快又聽日又嚟啦。又可以再有證明自己啦，係咪？又可以再做過啦。咁你唔使話等咩四年啊、五年嗰啲先啊嘛。咁好多時候我哋都係一種咁嘅心態咯，即係話有機會收復失地，有機會再證明自己嘅。咁呢個好緊要嘅，即係俾自己一個再俾自己一個機會，好緊要啊嘛。考試難啲就係好多時候就係考完就冇機會再證明啦，係嘛？所以有時 retest 係好噶嘛。啲人係會有動力噶嘛，即係話，我上次做得唔好，但係有機會。但係有時教育就係咁啦，即係教育流水作業啦。咁啊，考完就算噶啦，又下一年啊，係嘛？咁啲人就越嚟越覺得做唔到嘅。咁所以變咗就係我哋都要有啲機制係一來俾自己咧，都俾其他人嘅，就係、是、有冇機會再好快可以再證明自己，或者可以翻盤再重新做過。咁呢個係緊要咯，呢個係重要咯。另一樣嘢就係、是。呢、这個親子啦，即係其實細路仔咧，即係我而家自己一個對好可以話傷感啦嚇，亦都係長期嘅問題嚟嘅，就係點解越大個啲人越冇動力嘅咧？即係越冇動力，因為細路仔 at least 即係我小朋友，即係佢細個嘅時候咧，其實你一日俾佢咧，其實佢由朝到晚都有嘢做。你哋頭先都苦惱啦，係咪？不過你哋都好叻，你哋都諗到，我都幾叻，我都諗到啲。但你都要諗，但佢哋其實唔使點諗，即係其實佢哋自然咧，你畫畫、寫嘢，全部都佢可以 occupy 嘅，即係呢啲靜態啲。有時打交啦嚇，有時踢下波，即係佢係唔會有無力感呢件事嘅，即係你唔會話係我唔得噶啦嚇。不過就係即係翻學就係會有。一翻學有成績咧，就會有呢種無力感嘅，即係因為人哋俾個判斷你，但你又好多時候你冇得翻身嘅，即係你冇得去再證明過自己，咁啊不斷咁樣落去，其實就辛苦咯。咁所以你話小朋友喺停課期間係咪學少咗好多嘢咧 ？I don't know。不過至少佢哋嗰個心理上邊嗰壓力係細咗嘅。即係我觀察到部分嘅小朋友啦，部分都好少嘅呀，即係都我唔係好多小朋友，咁就即係我哋有機制要自己建立咯。即係你有時候係衰嘅，即係個教育制度或者個社會制度係衰嘅，即係你好難即係要佢就我哋，或者佢好人性，但我哋自己對自己人性啲咯，即係話使唔使對自己咁 harsh 先係咪啊？老師啊，講錯句嘢即係自己，我自己講錯句嘢啫，係咪即係代表我廢啊？我都唔係好廢啫，係嘛？我錯一樣啫，我仲有好多都啱噶嘛。咁有時都係要俾啲安慰自己嘅，咁唔係你會太緊張可能係。咁你哋咧停課啦，或者係 online course 啦，咁樣會唔會有無力啊？或者點樣令自己去 keep 翻嗰個力量咧？咁樣其實。無力感有之餘咧，其實可以調翻轉嚟睇，好似 Rachel 啱啱講過，其實可以有翻啲時間做自己有興趣嘅嘢咧，其實似係一種有力嚟喎，似係一種 empowerment 嚟喎，即係因為平時間可能好多時候你嘅時間唔係屬於你自己嘅，你嘅時間係屬於公司，屬於你學校一啲可能有啲你唔中意嘅科目咁樣，咁但係調翻轉停課嘅時候，你學就好似攞翻自己啲時間翻嚟咁樣啦，即係我自己即係。停課雖然
會悶啊，冇嘢做啦。但係調翻轉呢個冇嘢做咧，即係代表你乜都做得喎，除咗出街嚇。咁你出街唔出街之餘，我自己探索到嘅就係我睇書啦咁樣。我睇書睇到厭嘅時候，我唔需要有時間表啦。我睇書睇到厭嘅時候，我就去計下數啦咁樣。計下數計到厭嘅時候，我去打下機咁樣啦。打機打到厭嘅時候，又走翻去睇書咁樣啦。咁其實係攞翻自己的時間翻嚟咁樣，所以其實冇咗時間表嘅一種生活咧，都係一種幾有趣嘅生活嚟嘅，係一種俾你重新去編配自己的時間，你自己再去或者你選擇唔冇時間表都得咁樣去生活咯。好自由嘅生活啊！突然之間變咗，我哋咧係覺得好似曾俊明老師一開始講啦，無力感其實大家都會好容易，即係都好容易感受到，尤其是大人啦。跟住所以我覺得我會選擇去同呢一種情緒去共存咯。既然我哋都阻止唔到佢出現，咁人生活係一個群體嘅社會，你比較係好正常，咁大家就一定會有無力嘅感覺啦。我覺得最緊要係點樣可以將自己調適到喺一個。即係你係知道無力感呢樣嘢，或者係已經係習得無力感嘅時候，點樣將自己拉出嚟，或者係去做一啲你覺得值得去做嘢？我就係最近睇咗個名言啦，我唔記得咗邊個偉人講，佢就係講咩？就算我知道聽日係世界末日，但係我今日都會選擇去種一棵樹。咁樣即係有好多嘢其實真係我哋改變唔到或者控制唔到嘅時候，點解唔反而去？放鬆自己，即係可能做翻啲自己中意嘅嘢，或者我想做嘅嘢，即係純粹係過一個自己想要嘅、想過嘅生活咁樣。其實係咯，都係同翻佢哋兩個一樣啦。佢哋都係揾翻而家有咁多空閒嘅時間啦。究竟我可以做到啲咩？究竟我會點樣有效或者係充實咁樣過每一日咁樣係咯？咁同時間我都覺得依一個疫情嘅影響，都我相信都會俾某啲人啊一啲嘅指標，特別係我啦，我都覺得俾一啲指標俾我自己，究竟點樣係去好好運用每一秒咯。即係就算係 hea 嘅，都可以係有意義嘅一日。即係係咯係咯。咁我都覺得諗多咗嘢咯，即係都諗翻究竟自己將來想點，而家想點。咁你想將來做到依一樣嘢，你而家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咁樣咁多咗要諗嘅，我覺得係好嘅。即係疫情入邊係時候要動下腦筋啦，唔好再俾佢發毛咁樣，係啦。都好多謝大家，因為其實無力感呢回事咧，真係感受嚟嘅，得自己一個嘅時候咧，真係只可以浸落去咯，即係唔知點樣去諗呢件事。或者亦都唔知點樣去傾呢件事咁樣，咁但係即係頭先都討論咗兩，原來我哋分享唔同嘅經驗咧，係喺無力感呢個感覺入面咧，係揾到一啲空隙嘅，即係揾到一啲可以發力嘅地方嘅咁樣，咁都希望可以即係同觀眾一齊啦，咁我哋 keep 住去思考或者係。會唔會係揾到一啲突破口咧？咁如果即係都面對緊唔同嘅無力嘅時候，點樣變得有力咧？咁樣好，咁我哋最後咧，不如我哋邀請埋 Rachel 咧，咁就問埋最後一條問題。係，最後一條問題都可能同無力咁一啲關係，就係我哋年輕人啦，或者係面對社會嘅時候，好多限制其實都會感到無力啦。咁我哋而家好多時候都俾人話廢青啦，即係可能都係一種選擇去面對呢種無力嘅方式。咁但係我哋即係可能我哋要去做廢青啦。但係當你面對社會嘅時候，其實都係真係有好多限制嘅。我想問曾俊明老師有冇啲即係喺呢啲處處受限嘅年輕人有冇啲咩忠告，或者係有啲咩提議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創造到一啲自己嘅意義或者自己嘅生活嘅。係，呢個問題都係一個迴避唔到嘅問題啦，係嘛？即係我哋喺嗰個社會之中嘅。不過我一間先再答，我再補充少少頭先大家幾位講嘅一啲共通點啦。其實個共通點有時唔好聽就話迴避咧，其實我又覺得唔係迴避，即係話哎呀。這個社會或者這個時代那麼多拷問啊很多難題給我們的時候，我們自己在這裡種花是吧，在這裡自己煮爽，在這裡寫 blog 是吧喂，這些真的會有人問你的，是吧？你於心何忍啊，你怎麼行的這樣
都聽下啦嚇。不過就唔使太過咁大力嘅，因為呢啲問題其實我都聽到嘅，係嘛？即係我估大家都會，因為喺時代裏邊，大家都嗰個責任或者嗰個困難係大咗好多嘅時候，自然就會有好多呢啲聲音。不過有個反效果啊嘛，即係你日成日叫我做嘢，我都唔知做咩好，係嘛？即係做唔到。各種原因啦，各種限制，反而會產生咗頭先我哋嗰種無力感。無力感有咩問題呢？就係話佢係腐蝕性啊嘛，即係佢會令到你對於世界嘅所有現狀，你覺得都係改變唔到，甚至包括可能你自己嗰個可以控制到嗰啲嘢，你都控制，你都唔控制啦，係咪？你都放棄埋。咁呢個就係所謂末世思維啦，係咪？末世思維就話：，哎，聽日都世界末日啦，不如我就盡情享樂啦，係咪？呢個唯一一個可以做到嘅嘢，好似 OK， 都係部分人咋，唔係個個做到嘅。關鍵其實有一個 keyword 都好重要嘅，就係我哋有冇嗰個 agency 啊嘛，即係嗰樣嘢係我創造出嚟，我製造出嚟，或者我令到一件事係發生嘅。咁呢個其實好簡單嘅經驗啫嘛，就係話有啲人煮餸係好難食嘅，但係佢次次都話自己好食，因為係佢自己煮啊嘛，係咪啊？即係呢個係好唔客觀嘅，即係話你自己煮你覺得好食啲嘅，即係你煮隻蛋有乜好食咧？即係又唔熟，但係你自然就會講其實我就點點點點，因為你自己創造啊嘛，係咪？你自己去將嗰個物質改變咗啊嘛，咁都幾偉大嘅係咪？嗰個本來係生嘅變咗熟嘅，你都令佢改變咗。咁其實呢種體會其實係人嘅好基本嘅享受嚟啫，係嘛？啲人好多時候勞動嘅時候，你話好辛苦，佢話我唔辛苦啦，我見到有啲嘢產生咗就好開心，係嘛？滿足感，咁呢個係好基本嘅人嘅 human nature 嚟嘅。細路仔就成日反映到呢樣嘢，就係佢亂畫啲嘢，你話哇咩嚟嘅？你唔知佢都唔關乎你呢個問題，關乎就係佢 enjoy 嗰件事啫，佢係咪由冇變有啫？其實係咁。咁所以翻翻去Rachel 嗰個問題，即係話嗰個社會點樣去俾壓力青少年，或者係限制青少年嗰度，其實係我估有好多方法嘅，有多方法嘅，亦都冇話金科玉律。不過個問題核心就係話點解會有呢啲咁嘅講法，或者有呢啲咁嘅語言出嚟咧，係嘛？咁呢個一定有社會背景啦，係嘛？唔會無端端噶嘛，係嘛？即係一定有佢個sociological 嘅 factor 導致點解有啲咁嘅 label 啦，係嘛？咁可能因為就係、社會有啲 norm 嘅，即係啲 norm 大家都好清楚啦嚇、啊，即係喺政治上或者經濟上講經濟多啲啦。即係譬如你要結婚嘅，要買樓嘅 ，OK， 咁。你唔參加邊個參加啊？係咪啊？你哋要參加噶嘛？你唔玩呢個遊戲，咁邊個玩呢 ？OK， 或者至少你都要附和下㗎，係咪啊？你唔附和下，咁個個都唔玩嘅，咁但係咁又點算咧？係咪啊？咁可能呢啲都係一啲原因係會 judge 某啲青年嘅行為係廢，有啲青年係廢，有啲就唔廢，有啲就有為。呢啲大家睇新聞都成日睇到㗎啦，係咪啊？即係你睇。我都成日睇噶，即係我都被逼睇啊，係咪？啲 Facebook 嗰啲又話邊個點樣可以三年買三層樓嗰啲係咪？我都心喐喐啊！即係睇得多係嘛？我即係覺得自己都好廢，即係呢個係受唔受廢嗰個 label 影響，其實真係你牽涉到唔係你廢定唔廢，而係你牽涉到你點認識個社會嗰個運作，佢嗰個機制係點咯。所以其中一個 advice 就話我哋。好老土啊！不過呢個真係，我覺得真係真嘅，真係要睇多啲書啊，睇多啲電影啊，同多啲朋友傾偈去，令到自己嗰個理解可以好啲。即係你淨係去同朋友你好快畢業啦嚇、啊，可能有個同學仔28歲結婚，佢有層樓啦，不過可能阿媽供幫佢供嘅。咁你去到你就係會一個感覺就話，點解我咁廢？點解我個 friend 嗰時同佢住宿舍，而家佢有層樓嘅咧？即係會咁嘅，一定係咁嘅。所以慢慢好似我哋大下咧，老下咧就冇乜朋友噶啦。開始即係你都費事去啊嘛，人哋住咁靚嘅地方啊，講笑。即係有時就係話，如果有啲好嘅朋友係同你可以一齊傾社會嘅傾人生嘅，咁你自然嗰個價值你會
企得穩啲嘅，你知道你唔係孤單嘅，係嘛？你自己有一班朋友，雖然大家都會喺生活上邊係有掙扎啊，有妥協啦，係咪啊？即係你話我唔想玩你遊戲，但可能你最後都玩嘅，你因為你被逼嘅，你要住嘅係嘛？咁你可能都會有一啲嘢，但係你起碼唔會將嗰樣嘢去界定自己，或者令到自己好焦躁。咁第二個建議咧，就係話都要睇遠啲嘅，即係睇遠啲啊，即係放長雙眼啲啊。嗱，即係呢個唔係話去 comfort 任何一個群體，因為我都冇咁嘅能力。但係你睇十年前同而家，我估十年前嘅我完全唔知道今天嘅一個情況。咁你諗你問你幾多歲嚟？十八廿幾？二十就話搞錯啊！即係咁後生，你三十歲嘅自己，你諗下佢會點睇你二十啦，係嘛？你四十歲嘅時候，你點睇你三十？係會變嘅，人係會變嘅。當然唔係話去到老咗就全部都係衰人啦，而係話你要同將來嘅自己同埋過去嘅自己對下話咯。即係你要諗下你嗰、這個都係頭先我哋傾哲學嘅時候，我就話一本書係好有啟發性嘅，就係、是thinking fast and slow 啦、啊、嚇，快思慢想。佢都係有一個思維好緊要嘅，就話、是、你要同自己唔同嘅 self 去考慮啊嘛。你個 latest self 係點嘅咧？係嘛？呢個都係一個好實際嘅問題嚟嘅，即係你咪淨係當下你有呢個 self， 你個 latest self 會點評價你而家做嘅嘢咧，或者你嘅一個言行咧，或者你嘅思想咧，係嘛 ？OK， 咁社會變得好快，即係我哋都要有啲預備，就話你當下係咁，係咪十年之後係咁咧？我講唔上，係嘛？你即係冇人講得到，咁所以變咗就係有啲嘢我哋要原則嘅嘢，或者對自己嗰個 self 嗰個照料係一定要嘅。但係可能外邊啲嘢你未必可以咁大嘅影響咯。這個係我估都係對好多人嚟講都係一個現況啦。仲有一樣睇歷史咯。即係歷史係以前我都唔知啲歷史有咩用，即係你話背曬啲歷史人物啊，或者係當古仔睇，當古仔睇都好有感受。但係睇歷史咧，就係嗰個眼光會闊啲嘅，即係會睇到好多人類嘅，因為歷史主要都講人類啦嚇，睇人類好多好差嘅嘢，即係好差嘅行為啊、殺戮啊、殘酷啊。其實很多即主要是這樣，即覺得歷史 是看得多也壞的，可能即如果你心態不好，你學那些權謀的東西，但如果你不是這樣的心態的，你是從一種人類那個怎樣走那條路的角度看，你就會發覺其實真的曲折的、離奇的，也都有很多可能性的，還有某個意義上來說，這個我估是最大的安慰，就是都有些進步。即係你有冇睇嗰啲蒙古啊？或者係明朝嗰啲人嗰種殘酷係點啊？即係其實冇話成一定係蒙古人殘酷，漢人都好殘酷嘅。即係嗰種殺戮嗰種方法咧，簡直係我哋唔敢想象嘅。但係其實係發生咗，係咪啊？即係我哋要知道原來人係經歷過好多教訓之後先嚟到今天。咁我哋當然而家有而家嘅教訓啦，係咪啊？咁我哋又喺當中吸取啲乜嘢去 pass 俾下一代，或者我哋自己去想像一個美好的社會或者是將來呢，有時都是少少安慰的，就差得嚟又未最差的，不過這個不好的，這個比較 是不好的比較，因為等於我們有時去某些落後的國家就說，哎呀，個體會就是我們自己都很幸福這樣其實不過探討歷史有時不免有一種這樣的感受，我自己很 honest 去這樣說，是就是這些不知道你們怎麼看。聽到上面老師講關於歷史，因為我中學的時候其實我都是讀歷史的，跟住我哋嘅老師有同我哋講過，其實歷史是一個好似一個圈啦，但係佢一個不斷前進的圈咁樣嚟嘅，即係好似每個朝代都有興衰啊嗰啲嘢啦，即係歷史好似某種意義上係重複緊，但係其實佢係一個前進緊嘅圈。咁所以我好認同到你所講，可以喺過去嘅時候吸取到一啲教訓或者咩啦，咁同埋我自己有時睇歷史或者去回想歷史嘅時候，我都會令到自己可能
頭先講嘅無力感會少咗啲，或者釋懷咗好多。因為時代呢樣嘢係我哋真係好似好難改變到，可能明唐朝咁盛世都冇人估到，當時嘅人唔會估到佢會沒落，跟住都唔會估到我哋一百年之後發生啲乜嘢嘛。咁所以我覺得係都係俾自己一個安慰咯。同埋頭先有講到廢青呢樣嘢啦，我覺得即可能呢個 label 耐咗咧，有啲人會選擇將呢一個 label 當係一個自己嘅盾牌或者係一個保護罩咁樣啦。而喺呢個保護罩之後，佢可以發揮到嘅潛能係更加大。即可能話，橫掂你都係覺得我廢，你覺得係我係廢青咩一事無成嘅話，我不如去堅持一啲我自己認為有價值嘅嘢，反而創出另外一片天。咁我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幾有趣嘅現象。其實我咁樣聽咧，我都會覺得啊，在場嘅 intern 咧同瑞明老師都係好積極嘅，比較積極嘅咁樣。咁不過我都有讀到可能瑞明老師講，即係其實學生即係翻去教學啦咁樣，學生會俾好多難題你啦。咁又或者 project 冇用嘅喎，我或者我讀唔到大學，咁就自我放棄啦。你有冇一啲即係點樣幫學生嘅咧？咁樣可能好簡單嘅咁樣一啲經驗咧。幫入咁講，因為其實即係唔好用一個好，因為間間學校都唔同，同埋唔好用一個好傳統，就係老師就係好多 resources， 學生就被幫嘅。即係而家我成日講笑啦，學生可能去個旅行嘅次數仲多過我哋都唔出奇，即係去一個好，即係佢 resources 唔同咗，個時代可能又都變咗啦嚇。咁但係我自己覺得有一樣嘢，我都係覺得可以，好多老師都係可以做，或者係係好幫，可能亦都係幫啦。個意思係。因為我哋老師係始終係其實每個人喺唔同嘅 position 都有 power 嘅，係嘛？即係阿古而家係有 power， 因為佢係主持人。我哋老師都有 power， 學生都有，當然有佢個 power。你點樣用你嘅 power 去塑造嗰個環境？其實呢個就係最大嘅責任。咁我哋老師有咩好做咧？其實真係同頭先我講學生可以做嗰啲，其實老師都係一樣，即係讀書啊、討論啊、去接觸多啲唔同嘅嘢，令到自己唔好咁 rigid 係咪 open 啲，因為學生去諗嘅嘢同我哋唔同嘅，你哋諗嘅嘢同我讀書嘅時候諗嘅嘢係唔同咗。咁老師可以做嘅嘢係咩咧？就可能係可以係 facilitate 嘅討論啦，係咪啊？即係你哋討論啦。咁可以分享啲經驗啦，呢個好緊要嘅。即係老師亦都唔好吝惜自己嘅經驗咯，係咪？即係有，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是透過前人一些經驗，他們經歷過的東西去找到新的可能性，即不是說要復回去，即不是說跟回我們以前這樣，而是說原來可以這樣的，這個是很重要，即是沒有網絡行不行呢？即這個問題現在回轉頭，你們三位行不行？我們那時沒有的，起碼試過沒有網絡的時候，是吧？即你說網絡沒有網絡的，好像世界末日一樣，其實可能都未到，還沒沒，當然沒有啦，我都很喜歡上網，是吧？但是就經驗很重要咯，即你可以分享。第三其實真係呢個我自己好強調，不過而家就係難咗嘅。呢個好坦白講，即係唔係咁神話嘅，而係真嘅，就係話同學生傾偈呢樣嘢。咁一來真係喺學校嘅場景唔會咁樣，我哋坐低咁樣傾啦，難啲啦。二來就我自己唔係一個傾嘢嘅 pose 啦，即係我有其他嘢做噶嘛，係嘛？咁變咗就係咪一個好好嘅狀態，大家可以好坦白可以去講咧，咁其實未必係嘅，同埋真係要 mood 噶嘛，講嘢係咪？傾偈要 mood 噶嘛，咁我哋其實都傾咗好耐先至而家傾成咁，咁就個環境係唔係太理想嘅，我可以坦白講。不過咧，我自己最積極啊，你話積極，我都覺得自己積極，就係咧有時唔好睇咁短，學生喺學校冇同你傾啫，我係畢業之後揾你出嚟傾都得嘅喎。我就次次都叫佢遠離學校，我哋出去，我請你食嘢啊 ，OK， 咁又傾到，即係你可能嗰、那個種子就係話呢位老師其實都肯聽嘅，佢都係好樂意分享嘅，咁可能佢適當時候佢覺得需要你咪咩咯，佢嗰時候唔需要你唔可以逼佢傾嘅，即係你同我傾下傾下傾乜鬼啊，係嘛？咁即係要我哋每個人都係唔係就係老師，其實每個人都係潛在嘅老師，係嘛？你一家人未同你傾到住嘅，你可能唔好逼住佢傾話。喂，你我要 enlighten 你，其實你只係夾硬嚟，即係你未保持一種開放嘅態度咯，係嘛？即係話今日唔傾，聽日咯；聽日唔傾，後日咯；後日唔傾，下年啦，係嘛？都可能有。不過我哋自己又永遠保持住一種狀態，就我係 OK 嘅。咁可能係修為啦，我自己覺得。
咁好好啊！瑞明老師幫我哋做咗一個好好嘅總結啦，咁樣即係都會回應翻對話呢個主題嘅。咁就係、是、原來其實嗰個我會聽到可能一齊啦，咁樣仲有即係傾，其實佢之前有一個條件，可能都要每個 position 去即係代入下對方，或者理解下對方，或者一齊去經驗唔同嘅事。咁呢啲其實都係對話啦，咁樣。咁另外就見到就係俾自己機會啦，即係喺無力感啊，或者係標籤自己廢青嘅呢個好困難嘅時間，點樣發力呢？其實都係自己。即係原諒自己啦，或者自己俾更多空間自己啦，咁樣係啦。咁所以今日嘅對話咧，咁暫時咧，暫時就去到依度啦。咁就係睇下之後會唔會都有更多嘅機會，咁又再咁樣去傾一次啦。咁亦都即係鼓勵即係唔同嘅朋友啦。咁亦都真係可以考慮一下透過對話去換一啲角度啦，或者係。可以思考到更多的方向去可能是面对不同的难题啊或者生活的一些任务啊咁样系啦咁就好多谢系啊最后好多谢瑞明老师啦同埋三位 intern 嘅咁样系啦谢谢系啦咁我哋今日就完啦系啦谢谢拜拜拜拜系拜拜